你越睡越累，越睡越疲惫吗？用过的枕头没一个合适，不是太高就是太低，太硬或是太软，导致失眠，肩颈酸痛吗？健康由好眠开始，好眠由您决定。世界首创第一颗免用电可自动调整高低的智慧型枕头 AIQ 元气枕正式上市。 AIQ 元气枕应用自然负压原理，专利气阀控制技术，内部的气囊会依照个人体型和头部重量自动调节适合的高度和软硬度，整体造型中央略低，两侧略高的设计适合侧睡和仰睡，定位点凹槽设计维持头部稳定承托。 AIQ 元气枕满足您睡觉时对于枕头 0.5 到 1.5 公分高低的黄金比例需求，维持良好的睡姿，呵护您睡眠品质。当头部离开枕头时即自动充气回复，一键式定位按钮设计，可自行设定低、中、高模式等需求，做更细微调整，并智慧定位记忆。为什么需要调整枕头高度？由于每天工作的疲累度、温差、心情等会影响对枕头高低的不同需求，合理的枕头高低是随着每天状况来调整的。适当的支撑颈椎可以让你更顺畅的呼吸，舒适的支撑使头部自然服贴，改善呼吸道的气流量，预防打鼾，不压迫血液循环，减少肩颈肌肉的负担，让你释放压力，消除疲劳，一夜好眠。不需任何电力，任何人工吹气，节能又环保，超越记忆枕无法调整高低的缺点，超越气泵调整、填充调整、折叠调整、机械调整的不人性化结构。 AIQ 元气枕创新免插电、免手压，一键全自动调整高低的智慧舒眠枕，健康由好眠开始，好眠由你决定。人体工学再进化，睡眠品质再提升，您掌控了枕头的高低，就掌握了优质的睡眠。一个可以适应任何身形、头型、重量的智慧型枕头，改革市面上所有枕头的缺失，荣获多国专利，更获得台湾金品奖的肯定，国际发明展铂金奖最高荣誉。 AIQ 元气枕可以自己决定枕头的高度，首创第一颗进化型的智慧枕头，今日起呵护每一天美好的睡眠。世界首创 AI 智慧枕头 SGS 耐压检测、充放气耐久测试、无毒材质测试，方便简易，免电力，最安全，让您体会真正舒压无负担，一夜好眠。 AIQ 元气枕贴心设计，具有记忆棉款及丝绒棉款，多款记忆材质，多种选择，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补充体力，消除疲劳的好枕头。 AIQ 元气枕拥有好眠的必备佳品。